这是雪花，对，这是新产品啊。然后我们本来有个夹子，刚好昨天断掉了。OK， 不好意思，不会不会。那你要雪花？谢谢老板的说明。你要换吗？那我要。好啊，这个应该比较好吃。那你要再问我呀？都可以啊，你放得下都可以。